好复古、哦，好喜欢、哦，你很喜欢吗？因为我一直回想起来，就很像我去年我自己很开心买两色的那一种毛呢宽裤的感觉。嗯，但它今年的料子是完全不同的，它是更挺的毛料。嗯，对，然后它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，深蓝色系爱好者。然后你看，深蓝色，对，它是深蓝色。然后还有皮带内，对，还有就是个深灰色，然后肤也非常真的就是复古，它是那种小小的金扣的皮带，然后它质感，它皮带的质感也不会太差，就是你完全可以单独使用的。然后它这里呢是做勾扣的设计，然后压褶，我觉得穿起来就是非常的适合搭，就是今年很流行的这种尖头靴，然后还有分尺寸，我觉得非常的贴心，对，我就是照正常平常穿的尺寸 M 号，我觉得深蓝色真的很特别，真的，它那种藏青色，哦，球球去穿的，哎，真的很好看，对对对，因为不同身高，因为小军比较高，对，它穿起来是没有办法落地，这是正常的，是，因为它落地的话。你们就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要落到哪去，会太长，对对对，不敢买了，对，你就不敢买了。然后球球穿起来的话，就真地落地喽，很有态度哎，好韩系，真的是很贵很贵的韩货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它好美哦，很修饰身材，对，非常修饰，垮，对。背后，我觉得它背后也非常漂亮，它是这样子有点垮垮的感觉，所以它让你这里，这样反正就是整个背后就是非常的顺。真的这 very good， 我觉得看起来很高级，非常非常高级。它的毛呢是不会刺的那种毛呢，因为很多市面上它卖的羊，它会标榜是羊毛的毛呢，所以就会比较刺肤。但这一款的话，它是毛呢是不会刺的，所以我们接触到皮肤是不会的。对，里外我看需要它一样，好像有一点不同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它里面是这种，外面比较像斜纹，对，外面是这样子的毛料的，然后里面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穿起来很舒服。后面这个口袋是假的，然后只做一边而已，我觉得也是有设计。这种真的就不太会皱了，不会，腿很长到了，对，腿很长，因为它很高腰啊，对，小织女孩穿起来就腿就很长很长。帅耶，气势有帅气，还分尺寸，还分尺寸。